这个拉烟片啊，啊，你听这挂羊的，实际上不是羊东西，啊，它是土生土长咱中国的老玩意。它有这么一个传说啊，过去有一个皇帝，哎，他从西域呀、啊，选了一个美女，啊，过去的美女一般的二八十六，这离开娘家还肯定想家不是？哎呀，就找点这个画画的。哎哎，到这个小姑娘他们家乡，哎，把一些呀、啊，这个象征性的，你比如哎哎，画了点画，然后做一个小木匣子，哎，搁上一个放大镜，哎，这样，哎哎，一张一张放，哎哎，一张一张瞧。这个小姑娘一看来的，哎哎，这是哎，这是我家的核桃，这是，哎，这是我家的山坡，这，哎呀，一乐。王公大臣的夫人家属也要看，哎，要看着这班里一个眼儿不够用啊，哎，咱们搁俩眼儿，哎，俩眼儿啊，看看，哎，然后传到民间呢，俩眼不够用，就四个眼儿，四个眼儿，六个眼儿，八个眼儿，十二个眼儿，哎，作为我们谋生的手段是这么由来。话说是唐僧取经啊，他的西天取呀，路过一个村子家好老好说啊。坐在家里他不耐烦呐、啊、他让高台的寻找法师，寻来那法师就灭妖怪，正好碰见了唐僧师傅啊，高老汉为僧说话、啊。